好，大家好，我大叔 Pizza。咁啊，相信有不少人啦，都会好似第一日玩嘅大叔一样啦，灰烬行动呢度。咁啊，相信好多人都系会手刷首先 all in 格内阳噶啦，因为红嘅专属机体啊嘛。跟住会到两难局面咧，就系其实可能你依两三日都会好大机会可以开强电场、朝阳、吉尔莱斯、日狼、日老狼冠同埋金刚 whatever 啦。咁但系其实呢度好多机你都唔啱用，记住，我头先都考虑咗好耐，唔好开，千祈唔好开。点解？睇图片，图片来源嚟自绿版玩家 Mountain。咁呢个系绿版嘅灰烬行动啦。咁我哋可以睇到啦，系比台版咧就多出咗两部机甲噶。咁首先讲，我哋睇呢个工厂啦，创新动力，咁会加入咧就分别系海拉同埋光辉。咁啊，应该系首先加入海拉啦，然之后可能我估再一个月之后啦，或者系更耐之后咧，先会再加入光辉咁样嘅。咁啊，海拉非常之弱，咁就唔建议换噶啦。光辉咁系非常之强嘅保斯机嚟嘅，但系大叔觉得即系你凑合用呢个最近送嗰海拓者，其实都已经 OK 啦，保斯嚟讲。咁呢度啦，除非你冇抽到红啦，咁否则一定系先开格内扬，火力系超高。咁另外啦，1.1 版本啦就会有一个叫环岛密令嘅嘢噶，咁你198蚊人民币咧就会送你红加格内扬以及大量奖励。咁如果你已經有紅加格萊揚啦，咁你係可以選擇白月加呢個克拉克勒斯。咁圖片來源咧嚟自綠版玩家文頓。咁如果無貨玩家嘅話啦，咁可能冇咁筍啦，就冇機師加機甲啦，但係咧都會有翻大量免費獎勵可以入到手嘅。咁接下嚟我哋睇呢個火花賽啦，咁會新追加嘅咧就係無色之牙，我估係先啦，以及呢個塔納托斯咁啊後啦。咁呢度應該冇咩疑問啩？咁啊等無色之牙加入先再開你個獎勵箱啦。下一个是武装攻方，咁啊会追加嘅咧就系孔爪先，以及呢个重甲格斗嘅龙爪后。咁呢个大叔咧自己咧就会等孔爪嘅。咁但系如果你之后其实有个打算，都会抽威廉加金刚呢个重甲突击手呢个组合嘅话啦，咁你可以直接唔等嘅，开定金刚先啦。又或者你唔打算抽艾琳啦，咁但系最好都系抽艾琳啦。咁你都可以选择开日老都冇问题嘅。咁啊帮你系统免费送俾你嘅日老作出呢个强化。最後啦，呢個 Git X 咁會追加嘅咧就係 XR 先，以及艾琳專用機馬爾薩斯後。咁啊，艾琳專用機啦，馬爾薩斯當然好強啦，但係你好難將個獎勵扣起一路唔拎，咁你其實白白等到呢個機加入咧就冇乜太大可能噶。所以咧就先換 XR 啦。咁即使你冇抽到洛沙都其實冇所謂嘅 ，XR 其實有其他玩法噶。第二啦 ，XR 雙手拿呢個拳套或者一個 B 級嘅打裝機啦，再雙肩配翻導彈，咁你俾奧米內奧米去駕駛冇問題嘅。咁但係內奧米原本個日路咧，咁個於嗰部日路咧，你再俾女主角用。咁啊雙肩配一個 B 級導彈啦，再拎翻雙手一個追擊步槍，然之後再加出嚟配包，女主角係可以咁玩嘅。好，我哋今日先傾到呢度啦。如果你喜歡大叔嘅頻道啦，請留言、按讚、訂閱。訂閱之後記得打開旁邊個小噹噹，咁當有新片片嗰啲，你就會收到通知噶啦。同時誠邀你加入大叔頻道嘅會員，訂閱旁邊有個加入掣，每一份嘅支持都係大叔繼續向前走嘅動力。多謝大家收看，我哋下一部影片再會，拜拜。